现在是2022年9月4日下午7点，天快黑了。在这个丹大寺，有个我们的一个人行道上，看到吗？这是人行道，旁边的有很多苹果树，野生的，看到了吗？苹果沟。过两天再来玩的时候再看吧。圣丹达斯，圣迪达斯，欢迎朋友们来玩。这儿有一个 trail 道，这个道啊是个山道，看到了吗？10公里，非常好玩，远足的地方。走了。维尼伯有公园，维尼伯那市里边公园很大。公园很大，没苹果树也比较你好。刚才还又给试了几个，试了好多苹果啊，然后呢还有蘑菇。看见吗？这个人还手里边还拿了好多嘞。味道怎么样？又香又甜。特黑棒。苹果熟了，刚才就是在这个里边，那个苹果树下边拍的路，看到没有？这是这个道，这个道的指示牌。这是来这儿必须远足拿水。谢谢朋友们的观看。中国这当地人基本上来讲，这人都到这儿拽两个吃吃，这口渴了尝一尝拉倒。哎呀，物产丰富了很呢。好，谢谢朋友们观看点赞。哎呀，沟里边野花，好，下个视频见，朋友们。